受到尼莎台风影响，基隆市风强宇宙七堵区华兴一路152号附近道路路基遭到掏空，崩落大概一个篮球场以上大小的面积，电线杆歪斜，交通完全中断。目前还有10多户住户困在里面，无法外出看病和采买。你看，现在看，短短不到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小时啊，它就越来越大了。所以说这边很危险的、啊，所以你们都没有办法进出了。没有办法，我早上走那个旁边那个水泥这样上去哦，它整个都是嫩哎，是软的，都不敢上去耶，太危险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们里面还有10几户，对不对？有，里面很多户，十几户，有很多户。而像那个阿伯，有一个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行动不方便的阿伯，他那个每天都要坐那个电动车下来买东西，他如果这样崩掉，他就没有办法下来。当地里长和市议员张耿辉亲自到现场会勘，并且希望市政府相关单位赶快来处理。可能是障碍，在透早六点外人才破案，啊，即马就是叫公务处跟来创一个便道，内底有几十户，对不对？有3间大庙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人车都袂等过，连人都根本袂行，再去阮连长透早才来去破案嘞，啊，无咯。哦，再拜托个公务处跟来做几下便道。一号上班的时候又跟我说他们没有办法通过，那里面也有很多住户跟公庙的一些啊代表信徒等等都在里面，所以在这边我有紧急的马上联络我们市政府公务处相关单位，赶快利用那开口企业的厂商啊进驻来啊打通，先做个便道，让他们啊通行啊，让他们民生没有问题。那至于后续的话，也希望我们公务处相关的单位要立即的来啊，施作这个安全的护网等等啊，以免这个灾情再扩大。警方据报后，已经先封锁这段道路，避免车辆误入发生危险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